脱品中毒解救药首选。乳瘟医生特邀专家董海燕，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阿托品中毒的急救药物首选的是毛果芸香碱，皮下注射，直到阿托品中毒的症状缓解，瞳孔缩小，对光反射出现，口腔黏膜湿润，症状减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机磷中毒引起的阿托品中毒不能应用毒扁豆碱以及新斯地明等抗胆碱酯酶的药物。比较严重的阿托品中毒可以进行血液净化治疗或血浆置换，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对于口服中毒的患者，可以给予洗胃导泻来清除没有吸收的阿托品。有机磷中毒的患者需要等到中毒症状消失以后再酌情使用上几天。阿托品的中毒如果是口服中毒的患者，可以给予洗胃导泻来清除没有吸收的阿托品。